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你看，骑大象，足快乐的，大家都带着感恩的心，感恩的情，大家都说辽国实在有够水。恩爱的夫妻哈，先生对太太都体贴哈，拢叫安阿伯的。哦，来，兰花先生，啊，咱先伫森林安尼洗一淋。骑大象，大象，去玩水。耶！嗨！怎么阿端呢也来了？阿弟一顶红帽啊！阿端啊嘛来呢，阿端啊有来呢，这抓。嗨嗨！徛伫大树安尼晃晃晃晃吼，晃晃一下。只青王。哦，啊，真正够，真正有青王钓啦吼，佮头壳佮挂草、挂帽啊。你看人阿斗啊，就是安尼算，咱来小甲学一下。这里是白云瀑布，这边是最漂亮，我们在这里拍一个团体照。漂亮啊！漂亮！好美啊！我相信您是发自你们的内心说真的美，嘿。阿兰骑完大象，我们准备离开了，所以在这边跟白雪瀑布说拜拜。我一定要过来，一定要过来，啊来一定要和恁安尼同款，要穿比基尼的比基尼来遮受罪。赵志杰，我同居的，啊都啊，你看人安尼遮尔啊清凉秀，足好诶，足水诶，后抓来我要搁翕较济诶。要搁甲爬愈悬，它是水哈，瀑布啊，那一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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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一层都不一样哈。这虽然不是十六楼，但是白雪瀑布跟关西瀑布两个加起来，已经超过了克罗埃西亚的十六湖。这里有十六湖的缩版，也有那个土耳其的巴木卡勒。
的那个味道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关西瀑布有够漂亮，一个关西瀑布，这一定要来。我就是在这儿照相机被当机了，哇，超美的瀑布。这个瀑布叫做关西瀑布，是我们关西的关西这两字。还好有人带 iPad 帮我拍一些这起来。这是 iPad 哈，谢谢你给我这一块影片，好漂亮！这个所在真正讲哈，无来真正就无彩哦，一定爱来。人生53个景点必走，了国排第一名。啊，你看，哈，这是咱特别加出来的行程。这是导游他的秘密景点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望洋。你看看鱼啊，这多，啊这大家人拢伫遮咧翕鱼啊。哦，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，这叫做望洋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？因为我的相机故障。所以咱会看到迄个桥，迄座桥，咱即马所看的，这都是望洋。望洋这个山，你看真无桥，拄仔恁有看到桥，所以我讲吼，人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但是咧，人就是一个下晡就会当做一座桥。啊，来遮大家你看后有独木舟的，哇，还有。这里也有热气球，真的很漂亮。望洋真的不输给桂林，这个是从饭店上拍下去的，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山山水水。我说望洋就是桂林跟石林的缩版，还有搭直升机的。那来到这边，我们现在搭巴士，很多地方就是大车不能进去，就要换小车，换这一种嘟嘟车，他从饭店送我们出来。那这是我们的司机先生。所以出发之前呢，还是请到这边检查一下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护照有没有带好，钱包有没有带好，其他的手机、照相机、充电器。对面我们已经看到亚洲最大的人工湖——蓝鹅湖，东南西北的蓝，嫦娥的鹅。这是蓝鹅湖的鱼竿，卖鱼的好多。好吃饭，鱼啊真香真香，但是这个所在拢是淡水鱼。咱即马来到望洋，过来来到这是蓝鹅湖。买落